我本身很注重是清洁，就看起来干干净净的啊，然后不时就擦一擦这样子，所以如果看到手机很脏很油，自己的心情怎么样？就会比较不太敢的跟那个人握手。如果对方手机很油很脏的话，对啊，没有。如果对方手机很油很脏的话，他说你可以到这个 OPPO 的这个客户服务中心。所以，如果老婆的手机很油很脏，你会怎么跟她讲？我不会多说，我不会多唠叨，我就自己帮她拿去 OPPO 服务中心擦一擦。那你自己平常是个三 C 女吗？平时自己不能说是三 C 迷，可是现在可以算是欧粉了，因为我是这个 OPPO 的这个嘛，对啊，守护大使。自己很在乎一些拍照的功能之类的吗？之前有试，之前有拍，其实我们在之前就有先在跟 OPPO 结缘的时候就有拍过，然后那时候就很惊艳了，因为我记得那一天就是一个很平常的日子，然后也没有特别做什么准备，可是拍出来脸变很尖，所以我觉得很不错。自己什么角度拍起来最帅？你说自己怎么对这样啊，的角度啊？怎么大去概拍的？是眼睛看正前方这样，然后头稍微向下。微低22.5，角度是不错。所以觉得后面这一张腿够长吗？这一张哦，其实它好像没有拉什么腿，拍起来就是这样啊。跟本人一样180的感觉。只是衣服不一样，是真的啊。但是，我觉得还不错啊，看起来不错，腿还蛮长的吧？蛮长的，对啊，蛮长的。所以之前那没有，个。可能是因为它放得很高啦，所以由下往上看又有更那个。其实像这种由下往上看，如果是我是穿裙子的话，会看到里面，应该是不要三 D 的话就会。老婆拍照之类的吗？其实我比较少啊，比较少帮太太拍照，男人对，不会自拍这样。因为可是我们两个都是比较，我们两个自拍都是拍一些局部哎。像是没有，比如说鞋子啊什么的，就是那种做纪念的比较，因为比较少这样子看。部分在这次拍片上。对啊，因为学友哥演唱真的让我看了觉得真的是对人生很有希望，因为他也是巨蟹座的，然后我觉得巨蟹座都是比较害羞一点，跟内敛一点的。可是他，我就看哇，他可以到现在这个成就，我就想想我自己的未来也要，就是蛮有希望。顺便再透露一下，有没有一些近期演唱会上吗？对。想要挑战的，演唱会上想要挑战的，其实就是想要再更潇洒一点呢。潇洒什么意思？就在演唱会上，因为歌手都会很紧张嘛，看上演唱会的时候。但我觉得其实我想要让大家就是觉得有一种来我的演唱会就是。来玩的，然后来看帅哥的感觉。所以忘词有会担心这一块吗？忘词就交给歌迷。对啊，心灵对啊，忘词就交给。那会有嘉不好宾意思。这次会有嘉宾吗？这次的嘉宾会请到一个天后来当嘉宾。我这样子很轻松的讲出来，是不是感觉好像在开玩笑？但是是真的，这次演唱会有一个天后会来当嘉宾。就不能不先不能讲是谁，也不能说是是不是哪个地方的人，都不能讲，任何线索都不能透露，都不行。但是会有个天后来，这不是我不知道要百变，所以不能透露。你有在演 OPPO 手机吗？不能透露太多。对啊，但认真的哦，这演唱会有个天后，恭喜没有买票进来的人。那个 OPPO 手机荧幕这么大，你会拿来追剧，或者是说逛网拍之类的？我觉得 OPPO 屏幕那么大，那当然是比较浪费了。我平时可以，你说可以拿来追剧，或是看。逛网拍啊。最近 Apple Pay 又刚上线，有使用。你说什么？Apple Pay 今年上线，或者是说什么支付宝啊？你平常有用过吗？哦，比较小哎，但可以拿来追剧啦。可以拿来追剧。还有吗？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请学友哥吗？对，去看你的演唱会。我有想过，可是因为学友哥，因为记者大哥在比较远的地方，大声一点。因为那个学友哥他感觉比较忙，他听得到，他麦在我这边。啊，麦在这边，所以再看他有没有时间。